所以你快啲上經理啦，我計俾你聽好冇？如果你買咗出去，你要賺幾多錢先？減數。65。喂，呢條減數嚟啫喎，幾多錢買？65。係咪賺65蚊？啱。係咪？係。對不對？對。賺65蚊，如果我哋自己用一支，起碼呢條幾錢？18%。多少錢？哇，好犀利喎！邊個計噶？39.6。啊。當佢40蚊啦，嗰幾毫子。是不是40蚊 ？OK， 是不是 ？OK， 好 ，Luca 呢度65再加40，多少钱？105。105，如果155，啊？几钱支呢支罗针？啊？40。50。你啲加減數好似爭啲啫喎，155减50係幾多錢？50。啊，50。各位朋友，呢支蘿蔔汁差不多不用錢咯。即係如果你買一支飲一支，你知道點解啲經理飲得咁大膽？明白嗎？計唔明啊？計唔明啊？如果買一支蘿蔔汁翻嚟，賣一支出去，你一支自己喝。嗰支幾多錢啊？50塊耶，係咪飲得好大力啊？係。所以，我跟你們講，這個制度18%，如果有經理係咪6%？跟住咧？3%。3%，跟住咧？2%。今次嚟我哋呢次馬來西亞有個大團㗎，你哋啲人。即係咩人？馬來西亞人，唔係馬拉人，都係華僑。佢要帶我哋買牛肉乾、豬肉乾，收3%。我哋快啲做直銷啦！你18%又唔要，43%唔要，6%唔要，淨係要個3%。對唔對？對。你諗下，如果我哋只做到經理，所以經理一定要做嘅，冇得傾嘅。一做咗就永遠係啦嘛。係。對唔對？係。啊。你哋咩情況？總之我只用產品都抵，對唔對？對。OK， 所以各位朋友，你識計呢個係咪生意？係。好大生意，你唔單止發展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人口咁多，哎呀，我睇見都流口水啊！你知唔知我哋呢次啊，呢團人有幾個嚟啊？第一次嚟馬，全部都第一次嚟馬來西亞噶，所以唔該大家俾啲好感佢喎，第一次嚟。啊！啲人又好喎，啊嗰啲地方又好住喎，啊，所以話哎呀嚟馬來西亞發展好啦，所以如果你唔去推薦人，等我哋嚟喎，好不好啊？好。有你嚟，我哋香港又係講得到啦，又講得明啦，係咪先啦？幾好啊！做啲生意係咪？去到邊做到邊係咪？呢次嚟玩佢哋都有保薦人喎，好唔好啊？好。咩咩生意好咁樣一路玩一路做啊嚇？好啦，制度分得咁高嚟，你知唔知18%+6%+3%+2%幾多%？我哋唔係叫%，我哋叫%。你哋叫趴係咪？幾多？29%，其實係咪真係29%？唔好搞錯，29%係帳面，啊有個帳底，帳底係幾多啊？因為我哋係1.43全部成零售價嘛，係咪？發翻1.43即係幾多？41.47。哎呦，你咁樣已經分咁多啦！都未計咩石咩石蛋三石都未計啊，係咪藍寶石又再分多啲係咪啊？對唔對？都未計嗰啲咧。我喺1991年翻嚟，初次做啱啱開始去做嚇、啊。我第一把又帶12個朋友嚟聽，好冇氣勢。好。12個門徒喎、啊。我啱啱翻嚟做，哇！帶我啲朋友嚟做。我未翻嚟做之前，日頭咧喺呢度呢幾年咧又做嗰啲金融啊，金融老鼠啊，知唔知金融老鼠啊？做嗰啲投資嗰啲啊，叫人投資來買金啊，買外匯嗰啲咧，喺香港呢度好流行，新加坡更加流行啦，係咪？做咗幾年，得個吉字，
新年嗰盤揾唔到咩錢。翻嚟嗰陣時，我記得喺90年嘅聖誕節出冇糧出啦，喺屋企喺公司等人等公司出糧，成班同事等出糧，等下唔對路，要食飯，6點嘅夜晚一齊去食飯，食完之後埋單，個個同事你唔係有咩？你唔係有咩？你唔係有咩？然後個個啊，鄧繼塵嗰下嘢，個個都以為啊，你有佢有佢有，然後個個都未有，點算？好似做戲咁啊！嗰日我都覺得幾搞笑，大家都未試過啊！原來去食完飯，大家係冇咩要請嘅，啊，好難得有個朋友揾到個朋友出嚟肯埋單，呢啲人真係難揾啦。仲係大家唔識嘅，淨係識佢一 call 出嚟，即刻馬上好義氣咁埋單。咁呢班咧係我嗰陣時最義氣嘅朋友，我一做 forever。馬上同佢哋講，有啲嘢話恐怕不是回頭草。我當日唔識答佢，後屘我諗到個下聯啊，好草不怕回頭吃。我一翻嚟做一年，所有債還曬，仲買第一部 Benz， 就正話撞咗人嗰部。93年。1993年，我又轉啦，我轉咗部咧開逢嘅 Ben 跑，已經係130幾萬港紙，即係你哋嘅60幾70萬啦。94年，我去到英國買我第一台嘅 Ferrari Testarossa， 嗰陣時已經要180萬港紙，揸咗一幾年之後，喺96年，96年97啊，我唔記得啦。96年就換咗一部咧。F3R5 呢部已經係要超過200萬。喺97年又換一部啊，98年對不起，呢個應該係97年啊，97年喺呢度揸咗年咋。跟住98年我就換咗一部，而家啱啱揸完嘅啦，嗰部 F3R5 F1 咁樣轉波嘅，又係200萬。而家99年啱啱出咗一部360。哦，我揸完之後啲鼻血喺度流出嚟。呢個係我夢想之車。點解我會中意法拉利？其實細細個都中意，但係最刺激我就係 Eddie。Eddie 喺93年買咗第一台法拉利，我話：哎呀，真係有人買到嘅喎！我有人喎，應該都可以買下試下喎。估唔到94年我已經買啦，一路換到今日。而家呢部咧，亦都係超過200萬嘅，啊，唔好意思，香港 quota 已經賣曬，要等一年，但我已經攞訂啦，將我呢個舊嘅咧擺低，啊，咁我咪半年冇得揸咯，點算？冇辦法喎，冇得揸唔得嘅喎，咪就係啲傳銷公司又話我買咗車買咗樓唔掂喎，我即刻馬上買一部舊款少少嘅，啊，林寶堅尼 Diablo， 應該下個禮拜翻去攞啦。高啲咁多入唔到嘅，肥啲咁多都入唔到嘅，係我啲身材啱啱好。所以好多謝我咧，各位朋友喺 Forever 裏邊有好多我第一次，我所講嘅嘢可能未必同你有關，但係我話俾大家聽，每一個人去做 Forever 之前是什麼都沒有，我就其中一個。但係我做咗好幾年嘅 Forever， 唔敢講係什麼都有。有很多嘢我都揾到我自己喜歡嘅車，我自己嘅樓，啊，我自己嘅物業，都係因為做呢個生意，啊，一定要了解到佢嘅制度。正話我嗰間安慰下你，佢產品都還好啦，還可以啦，公司背景都有很好啦，但係最慘個制度唔夠我哋咁多努力啊錢啊。第四樣嘢好緊要，管理間公司嘅管理。請問馬來西亞的 Forever 管理好不好？好，講啦，看都看出來啦，正凍咧，對不對？對。他有司機同埋個太太喺度管理呢度，一睇見嗰啲裝潢，我已經好羨慕嚟到。哎呀，我今次第一擺嚟，以前喺呢個阿姆達，正話又經過啦，我哋喺阿姆達隔離食飯，啊，好靚咧，好漂亮咧，你睇下，你哋要唔要俾錢㗎？今晚嚟？唔使。使唔使俾錢？不用。但要攬門票，但唔使俾錢，係咪？好多傳銷公司喺香港聽什麼都要俾錢，
第一次 OPP 都要幾錢？啲新人嚟到我都未諗住參唔參加，唔好意思，你參唔參加都要俾錢先。但係 forever 係咪免費供應呢啲場地？係。對唔對？咁多層任你揀，你中意邊層風水好啲嘅？羅庚認為嗰層好嘅，嚇係咪有個箭嘴指住嗰個方向就係嗰個方向，可以坐低都得，對唔對？任你揀，係咪你有個方向噶嘛？我喺酒店嘅時候見到個嘅箭嘴咧，啊嗰箭嘴原來係指住嗰個西邊啊，西北方啊念經嘅地方啊，啊你可以揀一個西北嘅地方先坐低都得，對唔對？對。淨係嚟咗帶個朋友睇到個氣勢，公司大不大？啊大到不得了。啊、所以不要求求其其是傳銷就參加，以前你被招到傳銷不怪你，你今天參加得這間呢，你沒有理由會覺得第二間比他好、啊、你說我是黑銷都是這樣說的你說我賣花佬呢，你知道什麼賣花佬啊？賺花香嘛、啊、我是賣花佬來的，沒辦法，事實上是因為看到我自己呢，這幾年間裡面呢，正所謂中國人有說話，十年人事什麼話，十年人事咩话？净系识前面识答，后面都唔识话，未听过。十年人事什么？几转身喎、啊？我有冇十年？做传销十五年，喺呢段时间几年？几年人事几翻身啊？对不对？起码产品用咗自己屋企好，系咪最紧要？起码屋企好啊！自己有效啊，不信你回去拿支蘆薈等我看看是不是這樣、啊、一定 有功效看到的，不會沒有的、啊、管理、啊、你看到我們公司只是在最頂的層樓三樓已經是全層是做管理的，有什麼不好，對不對？還有人才 Forever 有沒有人才？有很多啦、啊、好像你們 在這裡很多個領袖、啊、很多人才講股講得非常之棒、啊、你想想如果由今天開始 公司不會有聚會要你自己講的，是不是很辛苦？現在你可不可以帶人來有人說，是不是你自己說的？不是的，是不是有人說的？說得不好你還瞄他嘴，還要瞄他、啊、自己又說不到，不過可以瞄人的、啊、我們香港一樣、啊、說得少少悶悶地而已，死火的了，開始一點這個不可以的、啊、我們在香港教育、啊、說得好不好你都要聽、啊、不是你的口味沒關係，那就更加好了，是不是？如果朋友跟你說、哎、今天他們這麼悶的，說得這樣，新朋友很少說誰好誰不好的，因為他們沒聽過嘛，對不對？如果他說、哎、這個東西說得這麼差，你應該怎麼說？屈就下了，抄就抄聽這樣、啊、應該怎麼說、啊、哎呀你厲害了，什麼厲害啊？連他說得差你都聽得明白你是做這行的啦，你要這樣跟他說，如果不然你怎麼會聽到他差？我參加這個舞台你聽不到他差，你未參加你聽到他差，你是要做這行的啦，簽嗎？對不對？你喜歡問他悶不悶，他說答悶的死人，好悶喔、啊、悶都做到啊，悶都上到嚟講喎，即係你做你唔講得唔會悶喎，係咪？你話哎呀唔係我啲人做噶啦，你睇下講到邊啲班啦咁，沒關係啊，都唔使你講啊，你睇我今日帶你嚟都唔係我講俾你聽啊，係個邊啲班啦講俾你聽咯，即係第日你做咪有個邊啲班啦同你講埋咯，你做得點啊？對不對？沒關係啊，做傳銷就係最好係咁樣係咪？什麼都可以講啊。好像有人說喂你做的是不是賣東西來的，賣又怎樣不賣又怎樣，如果是賣東西又怎樣，不是賣東西又怎樣，如果賣東西我就不做了，對了就是不是賣東西的但是如果你問他是賣東西不是賣東西，如果賣東西我就做了，對了是賣東西的對做傳銷可以訓練自己什麼啊，訓練自己的 表達能力，是不是可以訓練到自己跟人家溝通溝通，是不是？你說我很怕說話，我沒有興趣做傳銷、啊、各位做傳銷要有興趣才做這個嗎？我問一問有多少人入頭的份工是你的興趣，現在做的請你舉手，哎呀沒有啊
點解你又翻工嘅？十個最多九個都唔係興趣嚟噶啦，又有份工，點解你又翻嘢？為咗什麼？生計好唔好聽啲？為咗生計係咪？唔係為咗興趣啦。好似香港而家咧開始好流行打 golf， 呢度有冇人中意打 golf？ 啊，有冇？阿思思又打 golf， 所以出咗把好正嘅 golf， 即係我買兩把翻嚟。而家諗緊點樣擺喺行李度，揸住相機啦，唯有。啱啱而家香港好似好多人開始玩 golf 呢樣嘢。有一次我哋嗰個電視嘅報導去訪問一個老闆，喂，你啱啱開咗一個driving range， 即係嗰啲叫做練習場地。佢話：喂，點解你投資咁大去做傳銷啊？成日關講傳銷先，做高爾夫球呢個生意啊？你係咪 golfer？ 即係你係咪高爾夫球手？不是。啊，你而家係啱啱初學者，好有興趣高爾夫球。不是。點解啊？我冇興趣打高爾夫球，好悶。咁點解你會做嘅？有前景啊嘛！有得發展啊嘛，所以我咪投資咯。做生意唔係講興趣，是講什麼？有冇前景？有冇 future？ 好有興趣冇用㗎。好似以前我玩音樂嘅，細細個嗰時讀書嗰時玩吉他嘅喎。如果我玩音樂係變咗我的事業咧，我就諗多一樣嘢，就有個月餅盒喺下邊。我諗到呢樣嘢啫。我怕我未必成名，日日都要喺扎拎阿洛度，嘿，知道嗰個口琴喺度扎拎阿洛，嗰個係咪有個成日喺嗰度啊？唔知啦，啱卡失心瘋耳朵，喺嗰人日日咁唱啦。我怕第日喺扎拎阿洛嗰度彈歌啊，大佬，對唔對？對。興趣還興趣，事業還事業，冇興趣都要做噶啦。事業最緊要有發展有錢揾，對唔對？對。做歌星留翻喺 shower。留翻喺 bathroom， 咁嗰時做唱乜都得，唔需要有人聽，對唔對？自己聽開心就可以啦。嗰啲就係興趣，對唔對？我興趣中意玩車，係咪？而家買埋飛機添啊！興趣玩車，如果你俾份的士司機我揸做的士佬，有冇興趣？第一日就會有，係咁揸兩年咧，見到個太盤都驚啊，係咪？唔好搞錯，如果啲人再同你講興趣嚟嘅。各位朋友，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是興趣咧，我未必恭喜你喎。你個老闆會同你講：阿王，我見到你好有興趣做喎。係啊，老細，呢個係我興趣啊。好啦，既然你咁有興趣，本來你係2000扣嘅，而家1000扣有冇興趣多啲？你唔係有興趣做多會唔會？我睇你好興同埋好趣喎。如果減你一半人工，仲有冇興趣做？什麼興趣都沒有。就算而家你份工作唔係興趣，佢加你一倍，你有冇興趣？很有興趣，非常有興趣，非常投入，對不對？原來興趣我知係咩嚟㗎啦？是什麼？啊，這樣啊，這樣重視，對不對？所以唔好搞錯啊，各位朋友，唔係有冇興趣做啊，係有冇前景做啊，係咪？我哋揀傳銷公司唔可以籌籌其其，你哋有冇呢個説話籌籌其其？唔可以馬馬虎虎，亦都唔可以哎呀得啦冇所謂啦。請問你參加傳銷係咪姻緣？係咪緣分？係咩？哎呀，今天有個緣分嚟到forever就係forever啦咁樣。啊，緣分有少少，但係唔可以籌籌其其。點解有好多人哎呀冇所謂啦，我參加得forever，參加呢間又參加嗰間，我間間都參加就冇衰啦，是但開一飯。買維生啊，家人唔可以求其嘅喎。有一日森林裏邊咧，有隻 bear， 嗰啲叫做熊人係咪？好大隻啲咧，熊人同埋一隻白兔仔，居然走埋一齊走屙屎。你哋叫咩啊？大便係咪啊？屙屙下，個白兔仔見到個熊人唔係好對勁，熊人可能冇飲冇汁，一路屙又擔心一樣嘢。你知唔知擔心乜嘢咧？佢問個白兔仔：屙完之後點算？佢屙完咪屙完都點啊？佢屙完好乸渣喎，啲毛黐住曬。個白兔仔話：沒關係啦，成日都係咁噶啦。咁佢問點算啊？冇關係唔得喎。哎呀，屙完之後個草地擦兩地啊 ，OK 啦。你冇水喉嘛？我紅人話唔得喎，就咁擦兩日得啦。
没关系啦，擦亮也可以啦，就唔系乜啲草地好沙地咁磨两下搞掂噶啦。跟住我再问只兔仔，系咪真系冇关系先？系咪真系没关系先？系啦，成日都系咁啦，擦亮下得噶啦，系真系冇关系啦嘛。没关系啦，快快脆脆屙完擦亮就得啦。好啦，冇关系啦嘛，一揦埋住佢先，过嚟真系嘢嚟噶。没关系就是什么搵屎了。你一定要搵一间有这五样东西的公司才可以做。Forever 有没有？有。Forever 有没有？有。不止有那么简单啊，特添啊。世界性做得这么好，很多国家都做得很好，产品又做得很好。九月份就开印度了，很快就开大陆了。各位朋友，你今天选的 Forever 有没有错？没有。没有错了，平安哥啊。一看就知道平安了，阿嫂又叫出入。我改的名字不是叫出入啊，出入平安嘛，刚刚好了。这次一起去世界年会很开心啊，同声同气啊，大家都可以交流很多经验啊，有什么传销公司可以是这样呢？真的要有那么大才行，有那么多人一起做，好像今次来跟大家分享我一点做传销短短的经验，就因為呢間公司的歷史悠久，公司的背景夠大，公司的制度好，如果不是我怎會運到那麼多車啊，對不對？對啊，買到的會那些模型啊，可以。以前我小小個已經想想啦，我見到呢這裡有沒有雙層巴士的？沒有的，香港有你知道的，雙層巴士啊，我以前搭車呢上班啊或者去哪裡我喜歡坐上面，為什麼？不是可以吐口水。我可以看到很多人揸住靓车，我好羡慕嘅。我好羡慕啲人揸住靓车哦。啊，人哋揸架靓车经过，我好羡慕啊！我成日问，点解人哋个老豆咁有钱嘅？点解我老豆冇钱嘅？生我出嚟仲要挨喎。人哋嗰啲哇揸靓车系嘛？哦，我好羡慕人哋揸住个 Porsche 啊、Ferrari 啊、Benz 啊。我成日谂，几时有机会我揸咧？冇讲话揸。我做汽車維修嗰時候，有機會整下法拉利，開心到不得了都似。所以我細細個已經砌啲模型啊，砌緊保堅尼第一部砌我模型即係做緊保堅尼。我細細個已經好中意，正常㗎，有夢想，唔好冇喎。如果一個小朋友佢咩有夢想咧，你唔好話佢正常喎。啊，很可憐喎。你一定要揾翻你自己夢想翻嚟，究竟你喺人生裏邊想得到啲乜嘢咧？點解你老闆係你嘅？老闆呢，我講得慢啲，一講快就變咗粗口嘅，係咪啊？快咪變咗你老闆？點解你嘅老闆會係你嘅老闆呢？就因為佢有諗過做老闆，一係就佢老豆有諗過做老闆，所以佢今日係老闆啦。唔會瞓醒覺突然間變為老闆嘅，對唔對？佢問下隻阿姨做老闆會唔會？我哋十二個幫你睇過呢樣嘢係啱你做噶啦。我唔使幫你睇，你唔使幫我睇，我都知道自己啱自己做嘅喎。我係叫你哋嚟做喎。全部失蹤，冇一個做，冇一個做，因為佢知道我當日大家都係咁嘅環境啦，係咪啊？佢覺得我好似揾佢哋作數咁啊，沒關係，佢哋唔做，我做咪得咯。如果當日我因為嗰十二個人唔做，我冇咗什麼？法拉利咯，你淨係記得我法拉利，冇咗很多東西嘅，非常多咧，多到不得了咧。是不是起碼沒有今晚的機會跟你們分享啊，對不對？沒有很多很多數不盡的東西，還有將來那些呢，還沒計數呢，是不是？所以今天你不可以因為你的朋友不做而你不做，他不做他的事關你什麼事？關你什麼事？對不對？問了就是這樣嘛，就我問了有沒有做，有沒有人做差人嘛，有差人就即係有咩啊？有差人即係代表有什麼？賊，賊係咪？又有差人嗰日到而家，差人叫咩啊？馬達，又有馬達到今日，啲賊都捉唔完噶啦，係咪？如果啲馬達哥咁諗法，反正啲賊都捉唔完噶啦，冇所謂啦，又冇所謂啊，揾屎喎，可以冇所謂喎，係咪？每日都要點樣啊？都要捉賊噶，係咪先？你做嗰行預咗啦，因為我哋做傳銷，每日都俾人放飛機係正常嘅事啦。做醫生呢度有冇醫生嘅？請問有冇 doctor？
有冇 doctor 呢度今晚？什麼都沒有嘅喂，即係你以前做做咩？出世做直銷㗎啦，什麼都沒有。問親我哋喺香港九唔九都有兩件舉手啊？定係唔係好慣舉手啊？你哋如果做醫生，呢度最犀利嘅醫生有冇機會醫死人？有。如果佢話我最全馬來西亞最犀利醫生，未試醫死人，呢個唔係最犀利啦。越犀利嘅醫生，腦科、乜科、物科。一定有機會開刀會死人，對唔對？會唔會一開刀跟住哎呀冇得救啦？會唔會眯埋喊？個醫生又死一件喎，會唔會？一個醫生會唔會眯埋喊？會唔會？初頭一兩件可能係，你越做得耐就覺得點啊？正常啫嘛，開下刀斷咗氣咁點啊？曬煙啦！點解唔有人放你飛機唔愛做就點啊？曬煙啦！殺一個嘛，殺一個對不對？不是殺一個，大佬。好，你好，殺一個。做傳說都是這樣嘛，我不信你說，有多少人已經說暈殺傳說馬來西亞？東馬有些都沒去過啦，是不是？是。哪有都說得曬的？我做15年了，現在我組織裡面有些18、9歲的。十八九歲，我組織裏面有一個十八歲定十九歲做高級經理喎。十八歲做高級經理喎。十八歲做高級經理喎。十五年前呢個斗技喺邊度？咪真係斗技咯，係咪？即係十五年啱啱十五年前我開始做嗰時，呢個十八歲嘅高級經理佢喺邊度？咪踩緊單車啦，揸住波馬桶咯，係咪？所以如果你行過街見到踩單車，你唔好噏佢，定係可能係你個高級經理，係咪先？發生在我身上咯。現在我組織好像有一位很多人都認識的 Mara 是很厲害 的藍寶石，他是我組織裡面第一個上藍寶石，第一個上飛揚，可能會是第一個上什麼呢？除了我之外上藍鑽。我不說話一句，但是他十五年前肯定很小個，我剛剛做傳銷時他很呆呆個，但十五年後的今天呢，是我組織裏面其中一位藍寶石經理。怎樣叫飽和？現在那個斗技在那裡選緊波板桶的東西，你說哎呀高級經理喎，說不定什麼藍寶石來的，不知道你說什麼。十五年後可能在你的組織裏面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已經發生在我身上了。所以呢，你不要覺得哎呀很容易做飽和了。你知道什麼叫飽和？聽得懂嗎？不會的啦，如果你怕馬來西亞做到飽和，你咪嚟香港試試。哎，我馬來西亞2000萬人口做到飽和，香港濕碎600萬，一去到即刻飽和，咁厲害，我想認識一下。如果你真係咁犀利嘅，大陸市場等緊你，同埋呢一個印度市場等緊你，我又唔信你做到飽和，我驚你冇時間睇啊嗰日。對唔對？12億人口你做到飽和，你條命好似命咁長喎。對唔對？所以各位朋友。未來咧呢個趨勢咧呢個傳銷咧，我十五年前可以話俾你聽。不過有啲真係㗎，呢度在座有啲十五年前真係波板糖嗰啲嚟，係咪啊？有冇啊？大家認下啦，係咁咦？有冇啊？你又係咪啊？有啲十五年前真係波板糖㗎啦，呢度睇到好多都係啦，係咪啊？各位，十五年後又會點咧？你諗下，十五年前嘅人做傳銷多啊，即係十五年後嘅今日嘅人比較多啲咧做傳銷。雖然你十五年前未做傳銷，但你可以想象到嗰陣時多啊，而家多。點解？而家因為地球人多咗啊？是因為什麼？因為嗰個趨勢嘛。對唔對？呢個已經係證實咗出嚟啦。呢個喺84年嗰陣時已經有份報章啊，有份雜誌係預言1990年代打後後期咧係傳銷嘅世界啦。事實上已經證實咗啦。很多國家，很多繁榮國家都已經有很多個傳銷公司，是不是？但是你懂得選，你懂得跟人選，你告訴人哪一些傳銷公司才值得做，不可以亂做，不可以隨便做，隨便又會怎樣？對不對？所以各位朋友，你看到我今天的小小的成績，你可不可以？可以。你看到我做到，你應該行不行？行。不是只是下巴兜才做到，下巴不兜的人做得好，好不好？好。好不好？好。有沒有機會馬來西亞多幾位傳銷商買 Ferrari？ 有。Porsche？ 有。
Mercedes 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唔係淨喺香港先買到喎。哎呀，同我呢度貴好多。咁咪點咯？咪賺多啲咯？係咪先？係。可以啊。啊，大家生活指數唔同啫嘛，呢度貴有貴賣，我哋有平有平賣啫嘛，係咪啊？我希望下次嚟見到大家咧，好多人上咗飛揚好唔好啊？好。上到藍寶好唔好啊？好。係咪淨係平安哥、平安嫂先做到啊？唔係淨係佢哋先做到啊，唔係淨係出入平安先做到啊，係咪啊？或者呢度有對夫婦叫做咩咧？叫做貨如輪轉都得㗎。一個叫貨如，一個叫輪轉，係咪啊？或者一個叫做東城，一個叫西走咧，可以啊，可以啊，啊！你而家見到平安哥、平安嫂佢哋做到藍寶石，就快上藍轉添，我知道佢哋啊。呢度有冇多幾位咧？啊！我記得有一次喺1994年，我哋嗰年去英國，咁啊有一次咧就係因為嗰個會啦，我一次咧就去英國咧，去自己去玩，去學賽車喎。你知道咩叫賽車啊？不是運菜的車喎，國語叫咩？西車係咪？西車。我1994年去到英國學賽車，我就嗰日咧就俾英國嗰啲傳召商捉住我，嗰啲華人啊捉住我。哎呀，你過到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好唔好啊？咁我咩事正喎？我賴事，做我自己啲事喎。啊，沒關係啊，你做完你自己啲事就可以賴啦。我考一考，考考賴賴，看一看，借一借面，沒關係啦。嗰日我去到酒店，佢 book 咗個 room， 好似大家今日咁樣，叫齊曬所有華人喺倫敦講唔係講 BB 喎，叫我講一個訓練會，我都唔記得咗講咩啦。咁多年前講完咗之後，我就喺嗰日撞到個朋友，就係嗰個朋友介紹我買嗰部 Ferrari。喺嗰日講完個會之後咧，我喺1994年9月，我一月去嘅嗰次，九月再去，有個人話你記唔記得我？我唔好記得你喎，我又再去英國。佢話你知唔知你上次嚟咧？我第一次嚟你哋公司，我乜嘢未聽過，就聽完你講完嘢之後咧。九月啦，我去到咯，佢已經成為經理咯。我哎呀，上次你嚟係咩嚟噶？冇嘢喎，啱啱第一次聽會 ，OBB 都未聽。九月我再翻去同佢練喎，呢個人已經上咗經理。各位，今日唔知有冇一啲咁嘅人咧？有。要諗諗先啊，借人都認咗先啦。九個月後回嚟，希望見到你成為經理，好不好？好。哦，全部都係經理嚟噶啦，已經。有冇啲而家係經理嘅朋友？我過咗半年或者過咗一年後回嚟，可唔可以見到你成為高級經理或者飛躍經理？可以。係飛躍嗰啲，可唔可以喺我下次再回嚟已經係成為咗藍寶石，可不可以？可以。成為咗藍寶石嘅，下次再回嚟可唔可以成為藍柱？可以，真係可以嗎？可以，我下個月就翻嚟。好，好不好？好。標準就好緊要喎，各位朋友。你哋今日咧參加咗 Brava， 有冇自己的目標咧？要好明確嘅喎，想得到啲乜嘢咧？有啲人話得噶啦，我好俾心機做噶啦，總之我每日都做噶啦。明確目標，幾時要上經理？幾時要上咩啊？高級？幾時要攞車獎？幾時攞年終分紅，一定要寫出嚟，仲要同個 upline 坐低傾。upline 唔會呢度黑路你行嘅，唔會扇你嘅。有冇 upline 整個香蕉皮俾佢試下？冇喎，扇你咪即係扇佢自己，係咪？係。佢一定畫條好快嘅路俾你行，你跟住就得噶啦。千祈唔好話得唔得噶，唔得唔會講俾你聽，唔得嘅嘢唔會講俾你聽，係講俾啲咩俾你聽？得噶啦，已經係成功噶啦。对不对？对。马来西亚我发觉仲好做过香港，点解？因为你够大。吉隆坡做得不好，怡保，怡保保你唔住。喺槟城，系咪？槟城都唔成功，马六甲搞搞佢，马六甲都唔掂，重新嚟过去新山，系咪很好？每個地方我都搞不定，是不是？是。對不對？對。我們香港沒得走，走來走都是九龍，在那裡開會的。但你們可以怎樣？哇，這裡生一點，那裡生一點，那裡生一點，多開心啊。啊，你們應該要買車比我們更加需要，是不是？是。我告訴你，阿蕭俊又剛剛買了一台什麼？你知道哪個蕭俊嗎？哎呀，他又買了一台 Ferrari 喎。哎呦，跟著我告訴你，很好的消息。
我啱啱轉咗林寶堅嚟，哎呀乜你咁快？繼續有新嘅目標肯考咯，啊，做咗經理嗰啲馬上要考嘅目標，高級經理。好，我剛剛做 forever， 點解我升得咁快？點解？我揾到10,000，我就望40,000，唔係萬你望喎，40,000。揾到40,000，我就望要破50,000大關。揾到50,000大關，我就要揾到80,000嘅滋味，唔知點嘅咧？未試過，仲揾到80,000，如果過100,000又點嘅咧？唔知點樣使嗰啲錢，試下先。過咗100,000，我又覺得哇，過100,000幾過癮喎。150,000又唔知點嘅咧？我定150,000一個月，唔係講緊一年喎。150,000，如果到150,000又點樣咧？哇，去到150,000啲錢財好難使得曬喎。嗰頭未使完，又第二張票又嚟喎，好趕嘅喎。如果200,000又點樣呢？200,000咪仲更加使唔切咧？試下咧，嗱，要可能要擺入洗衣機洗先得啦。200,000，啊，一揾到200,000，哇，一個月，如果250,000又唔知點嘅咧？哇，一揾到250,000，300,000一個月，唔知過唔過癮嘅咧？哇，我試過幾過癮喎，你應該要試下。開始做都係幾多人開始啊？一個人開始，我都係一個人開始啊！我仲係單身啊 ！I'm still single。我單身寡佬都做到喎，兩公婆你搞什麼？你話哎呀，你特別叻喎，邊度？當日我點樣參加？俾我媽呃上去，你知唔知點呃啊？老母都呃仔啊！佢有一次有一擺，佢攞獎，唔關我事啊！梗係攞獎啦，第一句都買8,000貨。佢話佢頒獎，佢要我去睇，我話睇又冇乜意思喎，冇人捧場喎。哦，咁啊冇辦法，阿媽叫咗定要捧場，咁啊去睇。佢坐喺嗰度冚棒啲人攞獎，我即刻我個唔起到身，全部起身出去攞獎，剩翻我喺度望嚟望去。跟住我就問佢個上司，啊個神上司，我話喂，點樣攞呢啲獎？好易咋，你做就得噶啦。我話唔係話，一做有獎攞，嗱你阿媽做第一個月有獎攞，我講就係。跟住第二次開小組會，開小組會，我媽如果叫我開小組會，我參加咗，我話唔使去啦，佢係咪？參加咗仲即係我心態啱啱參加嘛，參加咗唔使聽噶啦。佢唔係喎，參加咗仲要聽，我死參加咗仲要再聽。我諗住參加咗就一了百了，就唔使再上聽噶啦嘛，係咪先啦？我參加咗仲要聽，我唔聽啦。佢話你要聽噶喎，佢又唔識點樣 sell 我喎，一味話要聽。有一次佢用嗰個辦法，佢話我拉上識你喎，我唔想識佢喎。佢話我想識你喎，我話我唔想識佢喎。跟住佢話佢請你食飯喎。我今日冇問題，誰不知去到原來阿媽請我食飯啫。食完飯之後咧，喺樓上屋企開小組會，都唔緊要啦。我去到我媽媽聲，我話：我同你食飯，翻屋企食咪得咯，使乜出嚟食啫？佢話唔係喎，啲阿媽好想識你喎，俾一次面咁多好唔好？我阿媽叫到俾面冇辦法，要又要再俾面。咁我上到去之後咧，圍完圈，自我介紹。我哋早啲想想我老母，要自我介紹一定唔嚟。我當其時塊嗰塊面黑過皮蛋，大家三唔識七，要自我介紹，我都唔知點介紹。嗰次我最嬲佢，呃我去，跟住隔離張又周文嚟握手，我最憎握手。有時啲麻甩仔埋嚟唔好握，女性冇乜所謂。我好記得15年前嘅事，但只因為佢咁呃我咧。呃下咧，我聽下聽下咧又幾過癮，又覺得幾好，又覺得呢個生意有得做。聽下之後咧，我愛上咗，估唔到一做做15年。同樣各位，如果今晚你俾人呃嚟嘅，恭喜你，呃得幾次你就醒啦。所以如果阿媽同我講呢種，我一定唔去啊。入邊嚟，我想問一問今晚有幾多朋友未做傳銷、未做火一排之前，好憎傳銷嘅，請你舉手。反感嘅對於傳銷，
哎呀，各位親眼，全部新勾勾嘅咧，仲喺度嘅。點解佢哋反感地船先唔係咁好？點解而家會喺度？因為水落石出嘛。睇咗幾次之後，恍然大悟，原來傳書係咁樣噶，咁開心噶，咁高興噶，咁好玩噶。參加咗咪馬上嚟，點俾你？我出來開始都係一樣。所以各位朋友，今晚如果啲新朋友嚟到，希望你唔好誤解。哎呀，係咪邪教啊？呢個邪教幾好，教人哋有上進，教人哋有前景，教人哋有方向，教人哋關心自己嘅將來，呢個好啊！邪教就叫你做咩啊？快啲寫世界末日嗰啲咪好啊？係咪先？嗰啲就唔好啦，係咪先？邪教就係咩啊？快啲放毒氣死自己先，快啲就快死，做啲跪天國嗰啲就不好啊！係咪先？我哋講什麼？要健康嘅。家庭又要健康，冚家都要健康嘅，唔係淨係你要健康嚟，係咪？有冇聽？哎嗱，我見我屋企人用啦，我屋企都冇人肯用。你首先用，佢見你屙出嚟啲嘢正常，佢會用。見你入去廁所去到咁開心，佢會用。見你刷牙刷得咁開心，佢會用。見你洗頭洗得咁開心，遲早會用。唔好介意而家佢唔用，有冇聽？最重要係你自己。如果當日我因為嗰十個門徒唔做，最嘥嗰個事我辭職，對唔對？喺一年半後，喺呢十二個裏邊咧，其中一個打電話俾我，係我老點啊你？話我揾咗你好耐喎，揾咗你成年，你都話唔得閒喎，突然間打俾我咩事？佢冇，我就嚟結婚，哦唔怪之得。我哋香港有説話，紅炸彈就識得揾我啦，放炸彈嚟，跟住哎呀你結婚恭喜你喎，係啊幾時拎貼俾你啊？我拎嚟我公司俾我啦，你公司喺邊度啊？咦咪羅湖嗰度咯，啊你仲有做未死啊？哇，還可以還可以，捱到年半應該都仲未死得。佢好啊，我今晚拎張貼俾你啦咁。咁我哋係咪真係嚟？佢話係啊，我要拎貼俾你，一定唔會放飛機。我你放咗我成年噶啦喎。嗰啲我相信你唔會放。我順便問問佢，你結婚需唔需要花車？佢話 OK 曬啦，你有咩咁 ？Benz 啱啱用。佢喺邊度借？我唔係係自己嘅。佢行唔行得？你嚟試試應該行得嘅。我見到佢神情到而家都好記得，佢唔係望住我喎，佢俾貼嗰時咁望喎，我企到佢咁俾喎，呢台車就係你㗎啦，我係喎，啱唔啱使啊？結婚花車，佢話啱嘅啱嘅啱嘅，我話你試下坐揸睇喐唔喐，嗱你要翻屋企啦，我車你翻去，你揸啦最多，我成晚我見到佢咁揸，跟住佢問我你喺做咩啊？誒，我今日做緊你話唔做得嗰樣嘢咯，即係邊樣啊？芦荟同花粉一樣，呢架就係我嘅芦荟車。去到佢屋企樓下，跟住佢同我講：，哎呀，真係做到㗎，生勾勾。你話得唔得咧？架車行到翻嚟應該得啦。好，我結完婚揾你。佢結完咗婚之後，馬上揾我參加咗兩個月上經理。今日唔參加的朋友沒關係，啊這個沒關係沒關係啊，他今天不做，不是等於以後都不做，是不是？你千萬不要仇視他，不要羅蘭隻眼這樣，你知道羅蘭嗎？眼睛是會這樣的，不需要，今天不做不要緊啊，你不讓你一年後做行不行？一年後我見到你做，見到你做到，佢會覺得哇，你都做到啊！係你，我都做到喎。有啲人成日話自己冇口才，係咪？有啲人成日哎呀呢樣嘢唔啱我做噶啦，我冇乜口才噶啦，唔係我呢啲人做噶啦。你睇下波嬲，原來又係噼哩啪啦嗰啲嚟嘅。我講咗十五年啦，如果仲邊唔啪啦到咧，就真係好抖啦。係咪？係。你試下坐張凳坐十五年嚟睇下，個腦有癮喺度啦。是天生的訓練的，你有沒有見過 BB 姐一出世懂得說話，一捐出來嚇醫生你好，嚇死人了，醫生馬上殺死他，快點，不會喔，個個都是要多少歲才開始有說話啊，啊我告訴你，我姐姐告訴我四歲我才說話，所以現在可能就是因為那時候沒什麼說話，現在說回
我唔知啊，佢話俾我聽啊，四歲先開始講嘢，以為我啞嘅。啊！唔好講話嗰陣時喎，我未做傳師之前，我做咩？我做什麼？哎呀，唔記得咗啦。整車。做什麼？整車。汽車維修，唔好講整車仔咁難聽。好有文化嘅。汽車維修。各位朋友，我未做傳銷之前，我做汽車維修，我對人多又對機器多。機器。我對機器多過對人，對唔對？對。我有冇機會賺花？沒有。冇理由對住機器講，哎呀，今日你好 fit 喎。如果是就要 short 了，你不聽我今天講那麼多東西，就是因為做傳銷信念會賴得，因為做了傳銷接觸人多了嘛，自然都要講多啦，是不是？每天都要講啊，原來口才是訓練回來的。如果你今天的口才不好的話，你覺得你自己口才都不好，這就是你的智慧。你上班有沒有訓練口才的？沒有嘛，就是你要訓練口才咯，是不是？是。就算有一班啊，叫你讀夜校啊，我唔知道你哋呢度有冇啲夜校讀咩訓練口才班啊，乜乜乜，你訓練咗都冇用噶，都冇機會俾你練，係咪先？唔通你翻到最尾電腦，哎呀，琴晚學咗啲乜嘢咁樣啊 ？short 咗啦又係，冇啊，冇機會俾你練啊，係咪？係。但係做傳銷有冇機會俾你練？有。唉，你唔明噶啦，波拉，你知道我叻，我係掠地嗰啲噶嘛，沒關係。如果你咁樣啊，嚟咗嚟又好啊，沒關係，我見過我哋好多經理都係點咧咁樣嘅講嘢，你真係講你個頭筋就係，啲人唔參加喎，點解啊？哇！呢件嘢咁樣女嚟都做，咁冇理由我做唔到噶，係咪先？係。所以唔好話你自己俾藉口自己喎，只尋理由至成功係咪？唔好揾藉口去失敗，只尋理由先至咩啊？成功，女嚟又女嚟做啫嘛。你不知道我整班都是這樣的喎，整班帶曬嚟，都幾好啊！我哋香港試過一班人全部是聾啞嘅噃，好靜啊！做嗰一排全部最靜係佢哋，聲音嘅，佢哋係做示範，係咁畫畫畫咁啊，做完個 flop 嘅，哇！佢哋而家冇嘢講，聾啞嗰班上咗經理喎，你知唔知道啊？聾啞都上經理喎，喺香港。同情佢啊嘛，經過聾啞 ，OK， 你今日開始扮聾啞，好容易扮。如果你覺得聾啞就可以有人同情佢，你咪OK 啦。唔係有冇口才嘅問題，呢個唔係問題啊。有口才固然做得好，冇口才一樣做得到。事實上我自己組織裏邊好多口才麻麻地嘅。但他都上到經理啊，吹咩？真係噶！所以咧，各位朋友，如果今天你覺得你自己覺得你自己是真係沒有求賽的話，恭喜你，又有一個見證喎，係咪？你諗下，如果我一排個個都噼哩啪啦噶，講嘢噼哩啪啦嚟到人哋，哇，個個都噼哩啪啦嘅，我做唔到啦。就係久唔久啲咧，講嘢麻麻地嘅，啱咯，很好啊，俾人證明咗嗱呢個冇口才啦，嗱揾得咁樣睇啦，嗱係咪啊？幾好啊，對唔對？對。做傳銷好緊要一樣嘢 ，Eddie 成日講係咪？新人睇乜嘢？記唔記得啊？支票，淨係睇支票啊！新人淨係睇支票啫。舊的人做得比較耐啲嘅老人老手係咪啊？我哋叫做啊，睇咩嘢？開始識得睇一個組織很重要。專家睇什麼？文化。做傳銷，你學識做傳銷文化，點解要握手？傳銷文化嚟。點解要興奮？傳銷文化。妖嗰、那個樣成日都咁樣。不好意思，如果樣成日都咁樣會點？啊呢個啊，我唔識畫嗰啲古家光嘅樣，做唔做到傳銷？唔好話做唔到傳銷，人都做不到。你留意一下喎，呢啲咁嘅人咧，做咩都成功噶。
呢個唔係天生嘅樣喎。你睇小朋友出嚟嗰陣時，第一下係喊定笑？喊。好似我出嚟，呢個係唔係天生嘅喎？呢個係要訓練嘅喎。係。係咪？你記得呢樣嘢係要訓練嘅喎。哎呀，要訓練啊！我好怕訓練喎。你行都係訓練翻嚟嘅喎。有冇見到啲小朋友一出世喺個嗰手術台即刻跳落地行得？訓練嘅係咪？係。好多樣嘢我哋都係訓練翻嚟㗎。做傳銷點可以唔訓練？係咪？有啲好怕嚟聽，好怕嚟學，最怕冇得學啊！係咪？如果我做你嗰行，我未做過嘅，你帶住我，我怕咩啊？除非你都有嚟嚟病，即係嗰啲叫咩啊？斷土嗰啲咧，就冇得講。如果你唔係，我跟住你唔怕。做傳銷有冇人俾你跟？很多啦，好多以做出色嘅領袖，你跟住佢啦，咩有錯啦？有咩咧？呢啲咁嘅面口有錢跌落嚟，正所謂有冇得執，瀉曬落嚟啦，邊得咁錢啫？有冇得？呢啲咧啊，所以冚唪都叫冚唪兜住曬。上天啊，一定要啊！呢樣嘢要培養翻嚟，好可能呢度在座啲朋友日頭嘅工作或者你嘅家庭唔係咁令你開心，但嚟到傳銷會唔會有少少？小小的開始有冇？有喎、啊，好多時嚟到點樣啊？啊，個心情都會點噶？比較開朗，係咪比較開朗一點？係咪開朗咗少少啊？千祈唔好好似啲膠袋消融咗嗰皮嘢咁，啲膠袋消融咗係咪一皮嘢嘅？唔得咁樣，翻工冇關係，因為好少開人嚟抄牌，好開心嘅。恭喜你喎，抄咗你牌喎，唔會噶，係咪啊？我見到啲人咧做嘢好勞氣。好啊，怒氣不會生財，和氣先咩話？做傳銷文化，開朗、樂觀，訓練翻嚟。我自己都因為做咗傳銷咧，明白到呢一點好重要。唔好講話做傳銷，如果你翻到屋企都好樂觀、好開心，好不好？命都長幾年。如果成日都好怒氣，成日都攬埋一紮，呢個一定好短命，係咪先？是，所以做Forever的人要做他年輕，你有沒有發覺？是，個個都笑的，每晚來都笑的，不是傻的那些有些人怎樣都笑的啊，有些他站在公司裡那些傻笑的傻笑啊，是你多些跟人相處，多些慢慢就會訓練到自己怎樣樂觀 啊文化又是訓練回來培養回來，你多些來參加聚會，是不是可以知道究竟傳銷是什麼文化？很多人不知道的，很多人什麼文化啊？是不是有教育啊？是不是有什麼什麼啊？做傳銷文化很多樣東西，例如微笑啊、樂觀，這些就是文化來的，是不是？很多人握手，這些最基本的訓練到自己，可能有些人不習慣握手的，是不是出來的時候握手經常都有出來見到新朋友來握手的手，握完之後好像壞了一樣，碰一碰你就好像生不知什麼，碰一碰你就你好，沒辦法，他習慣了日頭沒事好握嘛，是不是？但來到這裡這是禮儀，握手是禮貌來的，對不對？除非你沒有手沒有說，是不是？這是禮儀來的嘛。好了，還有就是做傳銷呢、啊、忠誠度啊，是不是教育啊、培養啊、訓練啊，呢啲全部都係傳銷嘅什麼文化。我夠大膽講咧 ，Eddie 講嘅呢句，我執佢口水尾講，冇幾多間傳銷公司有真正嘅傳銷文化，唯獨是咧 Forever 其中一間。我今日講嘅嘢咧，你都聽過曬嘅啦。喺香港、台灣、馬來西亞，邊度都是一樣嘅，因為呢個係我哋嘅文化。对不 对？所以今天你好好地学做传销文化，你必定是什么专家？因为做专家就是要咩啊？专家啦！你要学嘅咧，唔系学技巧咁简单，技巧知识你肯学一定有啊。但你要学今日咧，唔单止技巧知识，系要学佢嘅文化，对不对？你要学佢嘅文化啊！有一天，纽约黑人区。那些客人你知道怎樣的嗎？那些這樣的沒有文化，即不一定是客人沒有文化，即是那班剛剛入到去買漢堡包，
誒 man， give me a hamburger 嗰啲咁樣嚟喎。咁你知道做麥當勞嗰啲咧好有禮貌係咪？係咪？而家好多嘅服務性行業最緊要係咩啊？講個咩啊？服務係咪？雖然人哋俾只咁嘅手指佢，佢都話誒歡迎江南，你要咩啊？give me a hamburger 啲咁樣喎。咁個收銀員都好有禮貌 ，OK， 多謝你，剩埋50蚊，啊，剩埋39蚊，啊，跟住佢俾張50蚊，唔該你找翻嚟咁樣喎，啊，咁冇禮貌呢個人喎，收銀員即刻 ，OK， 找翻11蚊俾你。做傳銷都有我哋嘅文化，係咪？一攤一同你講嘢就知道你係做傳銷啊？點解？有我哋嘅精神，有我哋文化，你肯去聽多啲，邊學邊做，邊做邊學，一定成功。好希望咧，有一天呢個係我嘅希望，唔知道你能唔能夠幫到我咧？你一求你又冇曬反應，唔知道你有冇機會幫到我咧？有啊，乜嘢認咗先啊嘛，一定係好嘢嚟嘅。不知道有冇機會有一日咧見到大家嚟香港，同我講翻少少你喺馬來西亞點樣成功呢？好，我希望有一日咧能夠你哋咧有一天再嚟香港，或者嚟過都可以再嚟啦，係咪？再同我講，哎呀，當日我聽過你講嘢哦，點點點，跟住我而家做到乜乜乜，哇！我最開心嘅，最高興嘅，高興得不得了。雖然你成功關我咩事，但係我跟你說嗬，呢個就係傳銷文化。我希望一日咧。你能夠嚟到香港同我哋分享你嘅成功，俾我哋香港嘅傳銷商聽，好不好？好。呢個我希望嗱，你應承咗我啦，幫我喎。嚇、啊，可不可以？可以。好多謝大家，今晚我時間。你個演唱式多謝波。收到的資料咧，唔好浪費咗佢喎。佢俾咗我哋咧15年裏面咧傳銷文化係嘛？係嘛？唔好浪費啊！浪費咗即係求求其其係嘛？即係唉，會俾人哋點樣啊？叫咩兔仔啊？唔好做兔仔喎，好嘛？好啦，咁我用而家時間咧就交俾馬來西亞最出色、最出色其中一位嘅 MC Alan。再次熱烈掌聲，謝謝我的分享哦！再次掌聲，有資格的掌聲 Go！邀请呢我们的 Jenny 来送一个花给我们的 Paula， 我们主讲贵宾好不好？ Yeah， the flower please go。 在此盛会当中呢，我们的执行董事 Mr. CG 他呢也有一些好消息要跟大家宣布，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 CG。 哇，这样过人啊！希望呢改次呢我们每次的 OBB 都这样过人好不好？好、谢谢。有这样谦虚这样这样好的一个老板来跟这样多人在讲一个一堂课又这样热，又一点点味道，这种老板呢，成功是应该的啊！给他一个，感谢。好，刚才讲到永久公司最棒的是吧？啊，今天呢，我来，刚刚从美国呢，有一些好消息，你们想不想知道？不想知道？来，为什么呢？什么？是什么好消息呢 ？Alan， 我在等你的消息呢。OK， never mind， let's go。OK， 是什么呢？哦、oh, ，有好消息，好消息啊！对。哎，是 Paula 的相片。美女啊！美女。我。